什么啊？他妈的抢点抢装备才是这个游戏的特色。你现在把这东西移除了，想要制造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，搞什么西瓜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什么？不可能改这个了？什么甲变成地上没的再捡？这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对啊，有些新手一开始捡到指甲，就是因为那件指甲刚好可以保命，不用死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知道讲什么，感觉没料。Apex 最好玩的时期一定是就是钻石场还是钻石场的时候，那是 Apex 最好玩的时间。斜靠小队，现在斜靠小队支离破碎啊！一个在韩国打韩服，一个在那个台服打那个什么打积分，一个在棋盘上面打手枪。哦，两个都在打韩服、哦。我看 RB 他的 LOL 不是中文的哦，他应该有设那个啦，他应该有设定那个语言包，有改中文。我以为他是打韩服，哦，我以为他是打台服。这赛特。哎，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拿赛特我可以吃十块，可是他两张赛特不拿又好像很白痴，因为他万一下一波来一张二飞流失的话，我就可以开缸了，雅典也行。对啊，如果哎，他如果一直不来，我就一直卡利，哎，怎么样，卖不卖，兄弟们？还是赌一个梦想，就给他一波机会好不好？如果他下波没有来任何钢的话，我就卖了。因为我这边不赌一下，我永远都是观众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钢。我这边不勇敢赌一下的话，我永远都是观众。亚贝利欧，没事，选秀还能拿，至少我们这波能吃十块，都是赚的，赚。三连胜吗？也不一定，我有可能会输。他是凯能，哎呀，输了。啊，我还是最后一个拿装备。好，有啊，可以刚刚好，可以。能刚能刚，其实有个麦天选的。
哇，等等，如果能嫖到一张两星赛特的话，我们在三阶段可能会可以少扣很多血，有特哥在前排顶住的话。金龙棋盘好用吗？这个嘛，一开始我觉得有点亮，就是眼睛可能会看到很瞎的样子，但是用久了发现其实也还行啊，其实还行，还挺好用的。 KDA 特效太少了， KDA 最爽的就是一开始那个凯撒带你飞进去你的棋盘那一边，那边是最好看的，后面什么六等七等那些都一坨，没啥特效，一般般。离大剑掉一下，拜托。啊，这装备烂了呀！烂了呀，烂了呀！这装备还合不了，无尽蓝 buff， 均等法医。肯定连败啊，肯定连败加注啊，先把经济补回来。我98滴肯定是要加注了。我3杠2加注 ,123, 打完4杠 1,4 杠2启动。正义不合了吧，要合无尽加蓝 buff。空白名单，谁会把五钢卖了换钱？200%哎、欸，很贵哎、欸，我场上的牌都很贵、欸。弓就不拿了吧。杀五色。这个是杀五色，这个是钢，这个合了个无尽离子，不像，这个是毒狗，应该是两加钢吧，加我的话三加钢。加注咯，啊加注下去拿装备啦。这波可以正常摆，不用摆烂，因为烂的都遇到了，这些应该都不会故意搞事。这个不会有人搞我吧，而且我才刚加注，应该还好。等等，应该拿大剑和无尽还是拿水滴做蓝 buff 啊？S V 神，真的可以把小黑关起来。正常关赛特会好一点点吧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居心啦，但是我觉得赛特带个火甲，把它关在角落会好一点点。我赚的那么衰小啊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遇到这种？
哎，我真不知道，这哎，一块钱我不拿，干你娘，拿你个头啊！两星赛特没必要，拿四块，拿贵了。这哎，哎呀，就是很长，我连胜在上面，然后装备巨好，装备都超好，然后都是那种什么四费死哥阿卡丽什么小的，然后我去拿都说他这什么都没有，真是恶心啊这游戏啊！为什么不换没装备的就好？我要寻找刺激。星之钢就是要你有一个刺激的感觉，就是要在刺激跟老八之间疯狂徘徊，像这样加注很爽啊！这样加注很爽哦。哎，不过我感觉有点太强了。我觉得有点太强了，刚刚差点赢了，吓死我！我刚刚打第二名，这一家差点赢了。不能太刺激，太刺激我会负荷不了，我还得等到四杠一。大剑水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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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滴开始拜拜。大剑水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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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剑水滴。加注，再加，再加，再加，加注。换谁呀？谁能滚呢？谁不滚呢？这样吧，女警要吗？女警不要了吧？差个五进。小黑可以换哑铃，我没滴到哑铃。哎呀，打三星欧拉夫赢不了，卖一只吧。这个饿了卖了，我感觉还要滴啊，因为我这个对子，哇！等一下，
啊！你们说怎么办呢？现在？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东西敲掉啊？就是我们赌一下，看看有什么金色装备比这个东西还要好。破房之后咪俾二石，唔得噶，二石冇无尽好卵废噶。我同你讲啊，呢条友俾我拎捻到我金铺食捻牙鸡，睇下条友俾唔俾面。地瓜球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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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屌你老味最捻好嘅伊莱伊啊，臭閪！黐撚線，兩星啊，大佬無盡啊，戇鳩呢下拎撚到食撚咗啊，真係，即係唔好話食撚咗咯。敲不敲了啦？這個不是，哎、欸，兄弟們，兩星五費卡，就你媽沒資格用這個東西嗎？啊，有那麼的落魄啊？劫可以滚，劫是用子啊！你们要打破一个传统观念，其实现在一泽这个阵容，劫是副 C， 以前可能是一泽加凯特琳这样双 C， 但是现在劫单卡天选是 OK 的，是能用的。那刚好我也没有副 C， 先用着。哎、欸，不然他带个偷偷挺好的呀，天选带个偷偷可以消化装备，又可以打伤害，真的不错，姐。先上九，上九挂四爵士也不错啊，三爵士。而且杰这个角色是比较克制死哥那个阵容的，因为你有时候一心一折还没打完输出就被死哥一下炸死了，这个时候就要靠杰比较好切死哥那些唱跳。这不是有个赎罪吗？赎罪肯定能用的呀。你看赎罪大妈是肯定能用，我直接给无敌。偷偷露西恩开个拳套。偷偷露西恩，露西恩带偷偷最适合不过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帅帅帅帅帅帅！老哥，你在偷着什么勾吧？离子黑魔禁书你都能偷出来的，哎，想活不想活？腰带先不给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最恐怖是什么？等等选秀有一个爵士转轴到我脸上，然后我刚好上九，开八德，然后再加爵士转，无敌四爵士 ，N 杯。你看这个偷的不错的呀，还真的还可以啊，这两只，一心一折，丢。敲杰的偷偷不要做偷偷，杰不就差不多满装了吗？敲错还有其他角色能消化手套，杰不够稳定吧？我觉得杰这个角色呢，他只是过度的，就是帮忙打点伤害，没有必要对他那么好。等等上九他有可能会要滚的，所以打工的角色给偷偷是给予最大的尊重了。这波上了，这波得上啊！我不想再输了。这波上！我有钢啊，我保血量比较重要啊，保经济没用了。
哇，这把很关键，真的是选秀那个大剑伊罗伊，太关键了。刚好是做无尽，刚好两星，没有那个就直接记了。杀无爪，不会有人十杀吧？敲掉吧，敲个装备给谁啊？敲个装备给大妈，大妈缺一件装备。哦，敲赛特不行啊，敲赛特我没降治愈啊。我没降治愈啊！我跟你说，运气好敲啥都有的。你用一下吧。你们觉得我要开瑟雷西、开守护者，还是用三爵士啊？我可以下巴德，然后上瑟雷西，瑟雷西可以帮叶瑞克多开一个守护者，多一个羁绊。我、哦、等等看一下三绝跟两绝的差别。等一下，他现在三绝是18跟10，12跟18，18跟10。哎，我又多一个偷偷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张杰可以换什么呢？可以换冲撞者波比，天选冲撞者波比，我可以开四冲撞。如果没有合适的天选，就是每四下滴不到，我就不换了，我就先挂着在那边。反正他带个偷偷帮忙打点伤害也可以啊。少了3%生命跟3%伤害，不知道变强还是变弱。哎，那我感觉要不上瑟雷西吧，如果瑟雷西两星的话。对吧？我觉得如果瑟雷西两星的话，就上瑟雷西吧，不要开三爵士了。你看，三爵士15跟9换上去，10跟7，15跟9，10跟7，少了5%生命，但是多一个前排。嗯，感觉这样好一点点。四大人物我要找镜啊，我没有镜啊，哥们。这巴德一直想要耐着不走。哎，不过镜也没差，反正镜也没装备，上去也是补个羁绊而已。我现在质量究极拉满，前排四小侠，后排双一折。他还帮我打工，我直接吃鸡。
干，我打死雷文，雷文帮我打死另外一家、欸，哎，傻小。什么鬼啊！一心一折上九啊，这一把是搞什么东西啊？